看见台湾一，谢谢齐柏林，我们都看见了。但看见台湾二呢，我们没有看见，我们看见的是祈祷还没有完成它之前。但他没有想到，是在他刚刚非常成功的，而且本来是毫无把握的完成看见台湾一之后，他相当有把握的没有还掉他的贷款，再去买了一个陀螺仪。这个陀螺仪就是为了让他拍到更细的海洋，更细的粒子，让所有的人知道我们是一个太平洋上的一个孤岛，我们是世界洋流的一部分，我们是世界很多移民最后聚集在此的命运共同体。他来不及诉说所有他的感情，他就坠落了。我们看见的是他的坠落，然后我们有了看见台湾三。那不是齐柏林导演的作品，可是确实和他相同精神的新的年轻的导演。以前我听一句话以为很八股，精神不死，尽管人已经凋零了。可是当你看到看见台湾三的时候，你会觉得他不是八股，他好动人。因为那些有心人，他们不止把齐柏林很多影片以数位化的方法保存下来，而保存数位化的所有影片的过程，是台湾从北部到中部到南部，在祈祷过世之后，他们到各个，包括成品，包括台中的亚洲大学美术馆，包括高雄的博尔艺术区，他们去那里看祈祷的作品，他们掏出腰包，几千块钱，几百块钱，几万块钱，买了摄影作品，然后帮助了保存了祈祷的作品的数位化。接着看见台湾三，它细腻好多，它不只是从空中看台湾，它也在溪水的旁边看着细腻的雨水，细腻的水流，看着细腻的叶子，总有那么美丽的角落，总有那么一大片令人惊叹状况的景面，然后我自己也正在破坏当中。今天我本来应该来出席的，但是种种原因不能够到场。最后我必须佩服齐柏林基金会，尤其是王冠立执行长，以他无比的毅力，从当时他们有多少资金就掏出最多的钱来支持齐柏林，一直到现在他让这个精神传续下来，还可以拍出看见台湾三。一个人是不会死的，如果他所代表的价值是崇高无比，如果他的精神可以留下来，一个人是不会死的。齐柏林不会死，爱台湾的人那个爱的精神不会死。谢谢所有齐柏林基金会的所有同仁，谢谢看见台湾三的导演，已经看见台湾三所有的工作人员，我们以作为台湾人为荣，因为你们，感激。我是陈文茜。我想应该这样讲，其实在对环境的保护或各种特别 的题目，其实很多人之前就已经做过了。那我觉得齐柏林最重要的贡献就在于，第一，他当初采取了一个完全不一样的摄影角度，从空中去看台湾这样，然后他在美跟悲伤这个部分做一个非常详细的对比跟融合，那这样子看的人能够透过观看影片的过程里面，能够深深的触及他真正的想法，所以这个电影造成一个很大的轰动。那我想这个我对我来讲都是这样，任何作品一定要有观众才有影响力。那我觉得看见台湾其实最大的贡献在于他提供一个好看的部分，然后很多人看了，但很多人看的时候就会更多的影响在这些人的心里面。我现在想起来看见台湾这个过程里面跟祈祷讲过的最重要一句话，其实都没有人知道。我记得是第一次试片完整的时候，然后他们在讨论说宣传怎么宣传，然后他就问我说你怎样，我说
如果都不做宣传，这个电影没有票房没有超过8000万的话，我会对台湾失望的，因为我会觉得所有人对台湾土地一点都不关心。还好他后面的票房很好。我觉得祈祷最可爱的一点就是说，他曾经尝试着自己配音，他直接跟我讲，但是背出来像政府的那个宣导片这样。然后我说 我心里面想，我理解了这个东西，我理解，因为那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去承担的角色，而且创作者他可能会用比较严肃的角度，所以那个口语上面就会出来会比较严肃这样。那10年过去，我觉得也刚好吧。这10年来，其实整个世界都在对我们对这个环境的重新检讨。对我来讲，其实祈祷很多工作没有做完，他就先散了。那对我来讲，他其实跟他有关的所有工作，我必须参与。如果我有那样的荣幸的话，因为好像可以感觉到他还在，我可以跟他一起工作。那虽然现在人《看见台湾三》是其他导演的一个作品，但是我觉得很棒，因为祈祷做了一个开始。但创作绝对不是一个人的，所以我们需要更传承，更多的传承。新的创作者他可能看到台湾新的问题，或者他希望呈现的是给观众另外一个他的角度的看法，这些看法也许是跟其导演的很多当初的想法是不一样的，但基本上他是下一个世代或是另一个世代的看法这样。但不管怎样，那都是其导所传承的工作的一部分。如果我可以参与工作，我会觉得荣幸而且是应该的。